森林的虾米，虾虾穿哪 ？Hello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玩的是射水枪的游戏。今天我们来到澎湖非常有名的阳光棕榈度假民宿， yeah。 你们要来进行射水枪，摄影大哥会去把三个答案纸贴起来，一次一张，你们要分别带一个小朋友去寻找答案。知道答案之后回来告诉 Yummy 妈妈，就可以获得一分。好，我们将进行三题，看谁可以获得最多的分数。OK， 没问题。你们必须要全程手套在一起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念第一题喽。预备，开始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题。预备，开始。就是我们要等别人先射，然后再去补几枪就可以知道了。我们还是觉得是先找到比较有优势。第三题，闭上眼睛。预备，开始。Yeah。